这个嘛很简单，让我们砧板师傅来姐来炒，我来炒，阿姐我来炒。你确定你要炒？我确定，我确定，我确定。那砧板师傅配一个蛋炒饭过来。我都做好炒雪花牛肉粒的准备了，你叫我炒蛋炒饭？老是想着雪花牛肉，蛋炒饭才是最考我们功夫还有我们基础的。知道，好快了，一下子没刹住。哎，哥，一个单手都有嘞，你睇我乌牌。哇，好棒哦！喝水啊。好好，不，哎，你试一下你试一下，好好。不，哎，你试一下，你关好了。我搞晒我，哎，搞你都嚟到啊！